山隧道好滋味美食团出发喽 ，Let's go！ 来，到了，就这边，好，有什么需求吗？赶快讲。哇，美秀姐，我觉得这边很漂亮，可以帮我们这个团照一下吗？照一下，没办法哎。那这边哪里可以买东西啊？我想买伴手礼回家给我妈吃。哦，里面啦。然后呢，还有谁的问题？我准备放掉本周的刀。你说锤哇！阿姑在，阿姑你走这边。肚子饿。我看你的在左边，你的在右边，然后你的在里面，然后你没办法，在我心目中没有这种拍照的事情，只有自拍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在这边好集合。OK， 好，我们原地来，原地解散。是，好。真的是。当导游真的好难哦，但是你们不用担心，就你们最乖，因为你们呢、坐在电视机前看我，我就带你们去吃美食。导导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现在要带你去吃的美食不得了哎，不能让他们知道，因为这是台湾之光。什么台湾之光呢？你来你就知道了喽。你好。你好，欢迎光临吉利湾。我想要那个一杯。台湾之光，其实呢，台湾之光就是我们的珍珠奶茶。你要不要自己做一杯呢？不是，珍珠奶茶不是买来就喝，为什么我要自己做一杯呢？自己做的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是我们台湾之光呢，你自己做会自己很有成就感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还不能点的意思，就对了。你要不要自己上去二楼报名一下？观众朋友，要说到这个珍珠奶茶为什么是台湾之光呢？因为不只是台湾人爱喝，更是许多外国观光客来台必喝的饮品之一，而且是2014年美国 CNN 调查全世界最好喝的饮料，珍珠奶茶也是榜上有名的哦。听说这种点心在慈禧太后的时代就有了，哇，连慈禧太后都喜欢喝，我这个皇后当然是不可以错过了，来一杯吧。如果要吃到好吃的粉圆的话，其实做法很简单，真的，来。我们欢迎我们的，请问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果糖姐姐。果糖姐姐今天要教我们做什么？做粉圆，古早的粉圆。我们先把这个打开，然后打开完之后把粉倒进去，全部对，轻轻的倒，不会蓬蓬烟。对，蓬蓬烟。你一两人哦，你两家一两？是，你带进来。你也是这里的人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带进来搞不搞？你是罗东人。我罗东啊，啊刷了去。好了，这里有水，我们分次加，然后把它搓揉均匀。这个叫木薯粉，木薯粉就是素薯，对，就是素薯粉。秋吉哦，对，是秋吉，然后把它搓均匀哦。好，以前做一样嘛，类似这样子的，像这很像灰，但是是嘿，很像灰尘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搓完了以后，就变成什么样了呢？果糖姐姐，哇，好了呢，你看好棒哦，就是这样子，那点点。我们等一下要搓珍珠，搓一颗一颗的珍珠，搓，我要把它搓成一颗一颗的珍珠，用吸管搓。啊，这速供也当变成粉圆，身为导游的我一定要来一些娱乐节目，来吧，让我们来边学边唱 P P A P。爱上了粉，爱上了阿婆，阿婆阿婆粉。爱上了粉，爱上了粉，珍珠奶茶。果糖姐姐，你说说这个吸管到底要怎么样变成粉圆呢？两只吸管就可以完成了。真的吗？好 ，OK。我们先把前面这边平的这边，我们先旁边搓，然后让它旁边变平，让它下面可以变平。这个吗？对，把它搓下去。搓下去，嗯，拿起来，这里是不是平的？等一下你搓出来的珍珠，它就不会中间有一个洞。哦，就先把它填满了，补平的意思就对。好，然后平的，然后搓下去，找一个地方搓下去，搓下去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好，拿起来，拿起来也是平的。对，然后用刚刚平的那个把它搓下去，就有珍珠。对，这样就有一颗珍珠，就变成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把它搓圆，就会变成这样子的珍珠。哦，我们也真的就是手工，就是变这样子的一颗一颗的珍珠，这是古早的粉圆。这个这样子白白的，可是我要吃的是你要吃的是黑色的珍珠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来，我这里有做好，这里有煮好的。安尼大鼎我吃甘好，真的不好意思。哟，就是安尼，有没有？就是安尼，好漂亮哦。
所以我现在这样子就可以吃了。对，是。我要来给你喝我们最好喝的珍珠奶茶。非常非常的 Q， 而且很天然，不甜。不甜哈、哦。嗯，它的那个黑糖蜜很香。哎，不愧是台湾之光哎。台湾之光，你在找台湾之光？对啊，就是这个啊。这个还不是我们的台湾之光。那台湾之光在哪？要在一楼找。不是，我刚刚在一楼，一楼叫我来二楼找台湾之光，现在二楼的叫我去一楼找台湾之光。在一楼。你们这边还有几楼？你这里还有三楼，还有四楼。那我肯定他一定在一楼。真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在文化馆的真奶 DIY 体验，除了教你怎么做本源，还会让小朋友自己泡奶茶，整个过程活泼又有趣。不只是让人更了解珍珠奶茶的饮食文化，更增加了亲子之间的互动。五哥、哦、说了这么多啊，这些都不是台湾之光啊！哎啊，那个光到底在哪里啊？台湾之光，耶！干杯！哇，办呢？这就是台湾之光的意思，就是这个点灰烛啊，它是玻璃呢。对，它是玻璃，特制的玻璃，是。好，我们来喝看看。嗯，真好方便哦。先等一下。你也饮比我更，你嘛真巨大哦，真巨大，啊，因为太好饮起啊，虽然讲家己伫做这嘛，真正是，咱宜兰人讲的拢真好食，真巨大，真的还是很 Q 味。我刚刚做的时候啊，我刚刚小试一下，那个口感跟现在就是要给观众朋友喝的那个，味是同款呢，嗯，吼。咱的品质拢固定在遐，所以讲嘛，大家你喝，你嘛大家你喝，我使啉无？啊，你就啉我一半，我讲你会使啉无？我哪会讲叫你跳 PPAP 哦？哦，是不是？我咪去跳几下。嗯，还有一个，请问一下，你也好歹给我炒一下，或什么蒜头之类的啊？你就这样子穿烫一下，是不是送错桌了？啊，没有送错桌，没有送错桌，因为吼，咱家吼自然的景观，当然呢，吼，啊，我怎么样？物件嘛爱天然。天然咯，你这种拢是农会啊，随送的啊，无就家己办的啊，家己办的是上农场到餐桌自己调，啊，自己调味。是啊，啊，你家己吃，做安尼好吃无？简单又好吃。是啊，珍珠嘛可以做，迄个食物啊，迄个青菜嘛可以做。所以讲你来家，你敢会惊？我嘛袂惊。对啊，就是自然，素食自然。还有，你头家嘛真古锥咧，你甲看，咱拄拄啊行入来安尼，拢是绿建筑呢。是。带小朋友来玩真好，可以跑，然后可以认识我们珍珠文化。是，没错。然后再看一些绿色的东西，然后吃吃我们小农的菜，对，多好。把那个地球环保哈，它的让小朋友有这样的灾呀。结束真奶体验。